这两盘房子非常好，还是能顶回去。大马一哥李子嘉对阵日本一哥奈良刚公大，就是感觉这几盘球啊，奈良刚大已经杀有如此主动的进攻表现，在过往的一些场次是不多见的。这或许这次中国公开赛男单16/1的比赛里最具看点的一次斗法。今年以来已经有过两次交手的他们，各取一胜一负，打成平手。而大家所看到这次交手，正是年初3月份全英赛，那时候还在状态的李子嘉与奈良刚公大争抢一个四强席位。四位，奈良公大呢是1.73，四轮。当时呢，李子嘉是1:2负于奈良刚公大。比赛一上来，李子嘉的就先声夺人，5:1率先抢占优势。奈良被哇塞，连续的滚网啊，双方。第一次技术间隙前夕，一度将分差扩大到了6分。真累，快点记。鱼啊，还没有来到比赛。利用仿携带战术，奈良刚攻打，重新调整好比赛状态，但李子嘉依然守住了分差优势。哇，我练跟去。休息回来后，李子嘉用一波强势的6:3继续扩大分差优势，斜线也接住。对，倒地之后起身的速度非常快啊。盘点第一局的赢球关键在于李子嘉除了要给足耐心在合理选择攻防的转换时机之外，还要尽可能先发制人取得优势，让魔王奈良刚攻大在比赛的时候就要承担着比赛的心理压力。挡出对角来，让第一局的比赛提前失去了悬念。中国队长，对，这次没有杀球啊。李子嘉用的能源还是龙牙，个人感觉吧，对成绩。最后21:9，给这位羽坛最具光芒的超级新星一个下马威。这个第一局比赛比分被李子嘉打得太。所以进入次局后，奈良刚攻打不得不提前打开自己的武器库奋力一搏了。
些细菌菇。非常的危险啊。反而是李子嘉采用了跟随战术，虽然一度追赶到6-9，可奈良马上连得三分，重新拉开差距。这也是可以。哇，也漂亮的反手杀球，令人期待看到的场面啊！接进攻，哦，这个速度虽然不快啊，但是这个、这一局比赛，双方就彻底转换角色。一贯善于防守的奈良刚攻大，早早的暴露自己的进攻，最后19-9，几乎以牙还牙的给大马一哥还以颜色。管球过度两拍。我觉得李子嘉这现在局来蓄力了，战术性的放最后21-10扳回一局。进入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都不做保留了，但3-3之后，李子嘉率先爆发。双方之间的胜者蔡明哥先通过自己凌厉的进攻抢得优势，而防守上他同样做得极其出色，特别是这一多拍回合，这两拍防得非常好，还是能顶回去。就感觉这几拍球啊，就奈良刚那已经杀有如此主动的进攻表现，在过往的一些场次是不多见，不仅消耗了对手大量的体能和精力，可能节奏非常快，一瞬间双方是几次互换攻守，是，而且遏制住了对手的反扑念头，然后打出一波5-2，又带着6分的优势进入了最后一次间歇。但是汪洪洋前两场比赛前两轮打得十分出色，外在也算是助攻，是当时把印尼的两位男单乔纳坦兹科全部是通通击退。再做一盘，哇，这直线进攻，第七是2-1战胜了李子嘉。云，大家有什么想聊？哎呀，对于决胜局来讲，这个分差。所以落后的一方有点难追了，但是这一拍李子嘉休息换边后，奈良刚攻大，一度也将分差缩至4分，但李子嘉保持高度的专注力，死死守住自己的防线。不足，哇，尽力了。
比分优势，比赛主动一直被他握在手里。李杰还是有使不完的力，使不完的劲儿啊。那如果李子佳顺利拿下的话，那下一场比赛呢？偷袭啊，还是对李子佳做好准备。偷袭啊，大连光大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漂亮漂亮，这数据的话可以看一下球速啊。李子佳这球网留了个半场。反手，这个反手的杀球，接啊，反打，等着吧，头顶，还是头顶的线，过了一趴，但是这个球杀球直接下网。他基本上是大半个身子迈进了胜利大本营，但是这个变化是没有效果了。很显然，只要李子佳不轻易犯错的话，对于进攻才华远远不如他的奈良钢工大，他就是一个无解的存在。希望这一次中国公开赛大马一哥能重新给大马球迷们展示这样犀利的赢球秘籍，顶替奈良的种子签位，继续延续自己世锦赛逐渐回勇的比赛状态。